举手之间厨房无烟，帅风气冲灶就是正健康。欢迎大家春节去文在逛帅风点击官面播出的提报通告。大家好，我是阿斯，又跟大家见面了。最近呢，老样的一句话，就是说怎么的，整个就无聊啊。关电视，关手机，还能做些别的，甚至有个人呢无聊到了，到底有办法来算数叶子。还有个人呢，一两台上滚啊，第二个房子里头，过去的七条狗，几只猫。好，扎起来滚，今天的节目又来一些，尽在观点。官牌喜剧来拜年，本土修行来相亲，家中豪宅可能接近健健康康加双赢。以往过年呢，这个聚餐也是天天必须的啊，朋友之间要聚，同事之间要聚，啊，同学之间要聚，个亲戚就更别话的。不是在讲人家吃饭的路上，就是到人家强的就吃饭的路上。但今年情况特殊啊，所有的聚餐都取消了，嘴巴不能讲了。哎，我们用耳朵亮一亮，那是为什么？这不是过年了吗？我给大伙儿说点吉祥话。嗯，祝您在新的一年里多挣钱，少生气，兜里装满人民币。好，那我也给大伙儿说段吉祥话。哦，你也说段。嗯，你说。祝大家今日喜，明日喜，时时喜，刻刻喜，时时刻刻都是喜，花开富贵，富贵吉祥，天天喜。说了这么大半天，可能大伙儿对我们还不太了解。是，做一个自我介绍。应该的。我叫熊成炯，是一名相声演员。是他了。再介绍介绍我身旁这位。哦，我胡斌。嗯，他也是一名相声演员。是我。我们哥俩有日子没见了。是啊。您忙什么呢？哦，我去外地了。哦，出差了。嗯。哎，这不过年了吗？我想请您吃顿便饭，您看有时间吗？您要真请我就吃。行，咱是家里吃还是外头吃啊？我这个人呢是主随客便。哎，别，还是客随主便。那咱就家里吃。嗯，这常言说得好啊，要饱家常饭，要暖粗布衣。咱是家常便饭，简简单单。嗯，您可别预备太多了。是，这天气不好，预备多就剩下了，一剩下对身体。别，您等会吧。这到底谁请谁呀？咱俩这关系是谁请谁不一样的。不一样，你请我。哦，我请你。啊，吃什么呀？吃，我哪知道啊。我请你吃饺子。哦，来它二斤精粉，再来它一斤好肉，来点虾仁、蟹黄、蟹肉、鸡蛋、海参，搁点韭菜就会提提味儿。一般饺子三鲜馅儿，我这可够五鲜了，起个名字叫五福捧寿。好，小磨香油鸡汤上馅。嗯，再来点酱油味精找咸蛋。我们家有电火锅，咱吃十个煮十个，现煮现吃。哦，为的是啊，老让您吃那热乎的。可以。咱就吃饺子了。嗯，我先走了。行，您先忙。哎，咱不见不散。拜拜。哎，这朋友真热情，你看他走了，我一个人跟您说。胡斌呐，咱甭吃饺子了。不，怎么不吃了呀？我想是包饺子太费事儿，我请您吃解馋的。哦，请您吃炖肉。炖肉解馋。买它四斤牛肉，胸口啊搭点牛腩。嗯，拿砂锅一炖，再来它半斤栗子一只鸡。咱是砂锅炖牛肉黄焖栗子鸡，烙点螺丝状的饼，您撕着吃啊就我一解闷儿。吃完了再给您来点咖啡去去油腻。您看咱吃炖肉来。行，那我先走了。哎，回头见。回头见。拜拜。拜拜。看，饺子又改炖肉了。这他走了，我一个人跟你说。胡斌呐，咱甭吃炖肉。怎么又不吃了？我想啊，这个炖肉它不好烂，我请您吃拉面。哦，你看怎么样？行啊。买它一斤肘子一只鸡。嗯，调出汤来，再来点虾仁、蟹黄、蟹肉、鸡蛋、海参，来点鸡蛋起皮子一高卤，再来小碗干炸酱，咱是卤酱两吃，菜码全着点，有豆芽菜、黄瓜、香椿、青豆嘴，给您预备几个下酒的小菜，有炸虾米、炸小人、炸蚂蚱、炸小螃蟹、干炸小丸子，咱就吃拉面了。行，我先走了。哦，您先忙。行，不见不散。不见不散。这又改吃拉面了，您瞧瞧。这胡斌呐，咱甭吃拉面了。这怎么又不吃了？不是，我请您吃好吃的。哦。窝头，窝头啊，它是有讲究。不，窝头谁没吃过？年轻人都不爱吃那个。您那窝头长什么样啊？
上面一尖下面一窟窿啊。哎，我这跟你不一样啊、哦，我这上面一窟窿，底下一尖儿。对，好嘛，翻过个儿了。您那个窝头是什么面的？棒子面呢？啊，我这又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我这是玉米面的。不一样嘛？不一样。我这广面就好几样，有江米面、玉米面、栗子面、梅子面、青丝、红丝、玫瑰、木喜、大大的鸡蛋一发，英名叫窝头，福地大槽糕，又叫八宝大蛋糕。过讲究，光吃这个可能干点，再来它两样米的稀饭，煮五个鸡蛋，三斤排骨，二斤鲤鱼，红糖七子挂面，咱就吃窝头了。行啊，我先走了。哎，您到家。哎，不见不散。不见不散。这又吃窝头。我说胡斌呐，咱甭吃窝头了。咱喝点煤油吧，你这可太不够意思了。打刚才这不吃那不吃，你要吃什么？是我不吃，你不请啊？我请你，请你，请你，我请你就不到家里吃了。哦，咱上外头，上江西大饭店，我请您吃南北大菜满汉全席。这满汉全席啊，讲究是蒸的、炸的、煮的。别，您等会儿吧，别当着大伙说大话。您知道是把这南北大菜满汉全席说上个三样五样来，我就当吃了，领你这情。哦，我把菜名说几样，您就当我请你了啊？那行，你听听我说说，这南北大菜满汉全席，我首先请你吃四干四鲜四冷荤四蜜饯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是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鲜广东荔枝、深州蜜桃、北山苹果、桂林马蹄。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三甜碗莲子粥、杏仁茶、糖蒸八宝饭。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真不少。真不少吧？真不少，这是压桌底儿摆样子，您爱吃吃两口，不乐意吃撤下去。这干嘛撤下去 啊？这才上头一道大菜呢。哦，蒸羊羔有没有？这可是道大菜，后面还有呢，还有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有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让鸭子罐、野鸡罐、鹌鹑、卤什卷、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什马。好，有烩腰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板鸭丝、黄心管、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花篮架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什锦套肠、卤煮寒鸭、麻酥油卷，有溜鲜蘑、溜鱼肚、溜鱼骨、溜鱼脯、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鸽子蛋、炒银丝、烩网鱼、白虾、青椒、炒梅、鱼香、芦笋、枫叶蛋、炒虾仁、烩虾仁、溜腰花、海鲜、烧白鳍、烧肉鸭、烧三鲜。啊，这就不少了。后边还有呢，还有红丸子、白丸子、南煎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溜丸子、炸丸子、汆丸子。有一品肉、樱桃肉、马仁肉、茄子肉、栗子肉、米粉肉、炖肉、糊肉、滑肉、扣肉、松肉、罐肉、烧肉、烤肉、大肉、白肉、酱豆腐肉。有红肘子、白肘子、糊肘子、酱肘子、水晶肘子、锅烧肘子、冰糖肘子、蜜辣肘子、扒肘子、炖羊肉、烧羊肉、烤羊肉、煨羊肉、五香羊肉、汆羊肉、酸羊肉、大肉、大肉果、鲤鱼、素菜、牛排、大腿、三鲜、吃鱼筋、鲜汆活鲤鱼、板鸭、筒子鸡。好，这菜你爱吃不爱吃？爱吃。想吃不想吃？想吃。爱吃想吃？咱吃去。我没钱。馋我。哎呀，这样子过多怎么样啊？下次我们跟那些坐不住了。最近呢，老跟那朋友啊发朋友圈，哎，那个东西好像，那个东西好像，但是我要想解，但是可以解不的，原来不行了。我们要做个就是从事人人一流行，空气良度啊。等过段时间过了以后，想家洗的就家洗的，明白的。这里是江西二套，你的都市频道。举手之间，厨房无烟，帅风提醒到就是很健康。广告之后，欢迎回到一色光帅风有机冠名播这个体保动感。接下来的时间，强大家拉住对美食的向往，大概能不能够冰箱，看看有没有些的抢眼的材料，我们美味家常菜马上录起来。锅巴牛肉需要的原材料有：牛里脊肉、葱花、花生米、干辣椒、大蒜子、锅巴、面包糠。锅巴一般超市啊、菜市场都有卖，有这种可以炸的锅巴。对对对。好，那今天我们选的这个牛肉是牛肉的什么部位？啊，一般是牛里脊。牛里脊。对，它是嫩一点。好，那第一步要怎么做？第一步把牛里脊拿鸡蛋呢，就是拌一下，然后再裹面包糠。等于也是要炸一下的。对对。好嘞。为什么要放全蛋？
啊，因为放鸡蛋清呢，它就很白；放全蛋那就金黄色。而且这个牛肉呢，我们是不要腌制，也不要放盐，什么都不用放。嗯。因为等一下我们要放椒盐，还要放点那个生抽在里面。味道足够了。对，因为这个油炸的它比较吸味的。好。牛肉拌好鸡蛋后，放入面包糠中，均匀的裹上一层面包糠备用。锅把稍稍掰开。锅内下入底油，油面稍稍宽一些。裹好的牛肉下锅油炸。那这个油温要大概多少的油温？一般到5到6层油温就可以了。那像我们这个炸的话，需要复炸吗？啊，不要。炸一遍就行。对，炸一遍就行。炸到什么程度？炸成那个金黄色就可以再转色。牛肉炸至微微金黄时，锅把下锅同炸，炸至锅把变成金黄色，即可出锅沥油备用。再起油锅，干辣椒、大蒜子下锅爆香，香味溢出，下入花生米煸炒，只需翻炒几下，下入生抽、老抽，炒匀后下入锅把和牛肉。起锅前撒椒盐粉、13香、葱花。翻炒均匀，即可出锅装盘。需要的原材料有：盐菜，也就是梅干菜；猪尾；生姜、大蒜籽儿；小米椒、大蒜叶。今天我们来做的这道菜呢，是我们南山人喜欢吃的这个腌菜哈。今天这个腌菜烧猪尾巴真的是一个绝佳的搭配。猪尾巴我们有什么处理的步骤需要注意的？猪尾巴就是用油爆了以后呢，拿那个酱油腰高一块压一下，要卤一下。猪尾巴会有一点味道，要放什么去味吗？对，放盐菜就可以去味。放盐菜就可以去味了。对对对，就这么简单。对，好，那个现在呢，我们看到的这个猪尾巴已经是卤过了的。 对，第一步要是先炒猪尾巴还是先炒盐菜？先炒盐菜。好，今天我们选的这个盐菜呢非常的好，闻过去它的味道就很相似，该在腌菜。对，好，该在腌菜的话是要怎么样？先炒香吗？先把锅里炒一下。先炒一下。对，你看像这个的话是要洗到的吗？对，就洗了一下，稍微洗一下就可以。不要洗太久。对，它把它香味炒掉。对，这个我就用，就是把沙子洗掉就可以了。这个我现在把它爆一下就可以了。梅干菜下锅煸炒，煸香之后加入生姜、大蒜籽、小米椒继续炒香，香味溢出，放入卤好的猪尾，翻炒均匀之后下入啤酒增香，老抽上色。刚刚我们下锅的这个很特别啊，就是我们特别要注意卤完这个猪尾巴以后原汤不能丢。对对对，这个原汤它下去不好吃了。那这个原汤它现在已经结成了冻冻了。对，但因为汤里面很多这个胶原蛋白在里面，就浪费了，然后味道又会很好。对，其实这道菜如果说你卤完了以后烧起来还挺快的。对，卤了它基本上都卤到80%熟，就是在把盐在这个香味烧进去加进去。对，随后再来一点蚝油、生抽、老抽，下锅提味增鲜，翻炒均匀，下入啤酒，大火烧煮，调味下入盐、糖、13香、胡椒粉，一点陈醋，充分炒匀，汤汁收至半干，滋味融合，这道盐菜烧猪尾就可以上桌了。煲仔煎蛋需要的原材料有鸡蛋、红薯粉、蚝仔、韭菜段、洋葱碎。今天我们要做这个蚝仔煎蛋呢，说起来真的是台湾的名小吃，夜市名小吃。对，今天怎么会想着把它就是带给我们社区的观众朋友？
啊，我觉得现在就是这个豪宅啊，菜市场到处都有卖嘛，超市里也有。我觉得我们天天吃这个什么苦瓜煎蛋啊、韭菜煎蛋，我觉得豪宅煎蛋也是非常营养，也非常好吃。我觉得就是你这一周的菜都好像有一些又有不一样的这种心意在里面哈，就是不完全是炒菜，还是有这个，就比如说可以做前菜啊，可以做这个好小吃啊，都是这样的。今天第一步要怎么样？啊，要把这个豪宅过下水，过了水以后，它就因为我们。南昌的呢吃这个海鲜呢啊还是怕一点点腥，啊过了下水以后它就不腥了。那说到这个豪宅什么地方有卖呢，当然你可以去海鲜市场就是找他帮你撬，还有这种一袋一袋的是在哪里买？灯子堂呢包括超市里面都有，都可以啊。对对对，一桶一袋一袋的，专门是这种小小的豪宅。现在是就飞水了。对，豪宅下锅焯水，焯15秒左右出锅沥水，准备好一个盆儿，放入适量的红薯粉，下入清水，搅成糊状，注意不要太稠。随后下入豪宰、洋葱碎、韭菜碎，搅匀。调味下入盐、鸡精、胡椒粉，继续搅匀。我们今天这个豪宰煎蛋哈，肯定这个油温也是非常重要的。下锅的时候油温要怎么样？因为豪宰煎蛋呢，就是我们讲究的把锅啊全部烧热。嗯。油的话就是，其实就放一点点油，放多的油它就煎不好。确实不能放太多油。对对对，就放一点点油就可以了。也就是放太多油，它含油量多也不好吃。对，也不好，因为我们要重度要翻锅，它也会烫到。那我们就是把锅的边上都要把它烧热，它就不会粘锅。锅烧热，一定要烧至冒烟，下入色拉油，面糊下锅摊平，一面煎至定型，再翻面。快起锅前打入一个鸡蛋液，均匀地摊在面饼的周围。待鸡蛋变熟，这道豪宰煎蛋就做好了。秋后地区宰，有些的我们就弄些的，再不弄个食材，压根有弄出好个味道的，只要能愿意。这里是江西二套，你的都市频道。举手之间厨房无烟，帅风起风灶就是这么健康。广告之后，点进来，欢迎回到一次讲帅风电器冠名播出的《地跑通家》。大家好，我下次。这段时间呢，我要劝大家，搁带着房间里困在床上的时间不能太长了。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时间也不能太长了。那到哪里去转下去呢？应该是到厨房里去啊！该动手就动手。看下我们接下来要弄个是哪一道菜？沙拉富贵松需要的原材料有：西生菜一个，沙拉酱，土豆，香菜。啊，做这个菜它是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先给我们透露一下，这个富贵松如何让它就是土豆看过去像富贵松一样？我们要把它切得很细，跟头发一样的，跟头发一样的啊，然后再把它炸了以后就很漂亮，就会有这种感觉在，是不是？对对 对, 对。首先第一步是不是就炸土豆丝了？对，我们要第一要做个沙拉，就沙拉呢，其实大家可能在西餐厅啊，在一些酒店吃的比较多，其实沙拉调起来很简单。很简单吗？就是买这个卡夫奇妙酱，跟我们早餐吃那个馒头的炼乳，1:1的去调，就过去就可以了，是不是？对，就可以了。哦，那个味道就会有好，有酸有甜的那种。对对 对, 对, 对，有奶香味儿。就是我讲的这个1:1，就是正常的口味。如果你喜欢吃甜一点的，那炼乳稍微多放点；你喜欢吃酸一点的，炼乳少放点就可以了。按自己的口味来。对对，但正常的口味就是1:1就可以了。好。你看我们今天选用的这个生菜是不一样，刚才我在介绍的时候说了，这个叫做西生菜。对对对。为什么要选这个？这个菜呢，就是我们西餐里面呢，它用的生吃的比较多。它这个可能跟我们平常吃的口感就不一样。对，它这个更脆，而且口感也很好，不会有了我们本地生的这种冲味。你像我们本地生菜可能拿过来就最多是包肉了，那样已经是可以了。对, 对, 对，但是要作为这个西餐里面垫盘的那个，或者说你要生吃的哈，沙拉的那种形式的话，西生菜是最好的选择。对 对, 对，哪里有卖呢？市场上超市都有，都有卖。如果你没买到，你又想做的话，用我们的生菜也是一样的。
啊，但是生菜的话，你要中间的那一些就比较嫩啊，要嫩一点的，又嫩又脆的那种。对对对，把外面的剥掉一点。外面那种深绿色的老叶子，你可能就用不了了。对对。但这个是整颗都可以用的。对，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做这个沙拉菜啊，嗯，对这个卫生的标准非常高。嗯。就是你不要用普通的，什么切了其他的菜的砧板，一定要用切水果的砧板。对。啊，水果的刀。去做这个沙拉菜，因为待会儿直接就吃了。对对对，这个很重要哈，刘大叔提醒得很对。下面我们就开始炸土豆丝吧。土豆丝尽量切细一点，大家如果刀工不好，可以用上擦丝器。细生菜洗净后切成生菜丝备用。起油锅，土豆丝准备下锅油炸，油温呢要大概多少？大概60的就可以了，就是它油开始在冒烟。那像我们今天这样的话，中途还需要关火？看情况，如果差不多，火大的就关掉。哇，好热闹啊！土豆丝炸成金黄色，表面炸脆后，就可以出锅沥油备用了。看，现在我们这个已经炸好了哈，先吃一口。嗯。特别脆。就要炸了，这样的效果才叫好。对对对，嗯，它这个油温还是要掌握好哈。对，现在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个沙拉酱啊，嗯，啊挤在这里就可以了。嗯，其实很多我们在家里可能没做过西式糕点，家里是不会有裱花袋和那个就是那个裱花的嘴的，所以呢，今天你看我们的大厨他用了一个巧的方法，用这个保鲜袋把这个沙拉酱挤进去，把那个尖尖剪掉一点，不要剪太大的洞，也是一样的就可以了。对。生菜，生菜，西生菜，哎，就是那个专门用来生吃的一种生菜，叫西生菜，还要再垫一层是吧？对。炸好的土豆丝上盘，堆叠成一个锥形，这道沙拉富贵松就做好了。吃的时候搅拌均匀，看看社区的叔叔阿姨们会吃的习惯吗？过年这个几年都是家各个年夜饭家这个东西太年太牛是受不了的，所以我觉得那个社会的本身运动量就比较少，还是像清淡点吃，可是在能细分不的。好，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由给大家了，再见。这是明亮明点本准点奉献的体保动嘎，举手之间厨房无烟，帅风齐成造就是这么健康，本体保动嘎就是这么开心。大红灯笼又大又圆，喜到大中华，大红喜报大兴福，走了贴满千万家，万事如意，心想事成，鼠年在家数钱数到手抽筋，您看看，可千万别像我身边这一位，面黑心更